元宵的时候，台南咸水蜂仔炮是真出名。要过主办单位目标最近收到台南咸蜂的团票，感觉杀人未遂。啊，那提出这些告诉的人，那情绪是叫蜂仔炮崩掉的民众，这是让庙方感觉真不高。这件代志嘛，伫地方引起讨论。就是这张地检署的团票，吼，咸水目标是真无奈。商店吼。啊！伊本身咧放个炮吼，毋是照咱传统咧用个，伊用迄个烟火吼，啊，去红咧放吼，啊，去吊伫身躯啊，叫烧起安尼。伊照即个消防法啊，底你是共施放个人爱负责任安尼。搁伫个脸书顶面公告，真慎重个讲，一直去用过，嘛是着较麻烦。来参加活动个朋友，着爱做好防护措施，保持安全距离。伊即处去用过个罪名，既然是杀人未遂。就杀人未遂啊！没有杀人的意图，怎么可能就杀人未遂？三十年来，庙方因为放炮的活动接到的告诉团票，到现在只有两件。前一件是2016年，当时是委托律师来处理，协判无罪，无想到今年转落来接到的，就是这次的杀人未遂的告诉。消息一出，然后当地民众吓一个，我都想，既然有人特别来参加活动，回头既然提过，家己爱来，阮只看闹热，吼，啊，恁家己爱做好准备，啊，要签啥？因为庙方嘛无法度通个遮济信众，甲恁讲要甲恁安怎保护啊，对无？啊，受防备要做好了，哦，啊，你家己做无好，啊，其实咧足少个机会啦，啊，着遐歹运，哦，啊，袂当怪谁啦。台南咸水风炮早就已经是启用登录公告的民俗文化资产。我干目标，逐年的风炮活动进行，拢会全力来宣导，呼吁施造炮城的商家、民众，甲参加的人一定都要隔开距离，注意安全。只是有人启用炸伤，主办单位咸水目标因此启用过，虽然无奈，嘛只会使全部拢新收。记者王正宏台南报道。